喜之郎的果冻现在买一包送一包，到时候给咱们发两大包，一包是900多克的啊，到手一共将近四斤的，然后每一包里面是50个，一共有100个，然后给咱们发的都是混合的水果味的，咱们这里边有橘子味、苹果味、草莓味、荔枝味、葡萄味，都是这种水果味的，特别好吃。他们家这个果冻吃起来就是 QQ 弹弹，不齁甜，特别的 Q。他们家的果冻就是很果冻，这个荔枝味的特别好吃，这个果味就是特别浓郁，没有什么香精味。你看晶莹剔透的，这种越晶莹剔透的它的品质越好。爱吃果冻的这个大羊毛你一定得薅，咱们就是过年过节把它摆在桌子上当一个小零食吃都不心疼了。这个就是吃上一口一个停不下来，咱们平时在超市里边散称那种不知名的品牌还要你十几块钱一斤呢，这个价格咱们到手足足有将近四斤重呀，而且都是这种大家都爱吃的混合水果味，每一个味道都好吃。他们家果冻就是特别 Q， 特别 Q。咱们还可以把它冻到冰箱里，给它冻得实实的，你再拿出来吃，就像冰沙一样，特别好吃。你直接啃也行，用小勺子挖也可以。嗯，而且这个都特别好开。嗯，这个太好吃了，就这个果冻，我们家所有人都爱吃。它这个果冻吃起来不会齁甜，所以说你多吃几个，你也不会觉得腻。爱吃果冻的赶紧入手吧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。